前期最强的武器你知道吗？前期用它们拒绝落地成盒。一 DP28 的射速秒伤确实没有其他机枪高，但它是最适合前期使用的机枪，因为它不吃配件，而且后坐力低，弹容量也够高，捡到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，前期超强。二 S12K 的强势大家都领教过几个赛季了，弹容量高，伤害高，射速快，虽然不能一枪秒杀三级头三级甲，但可以依靠射速和弹容量的优势打出成吨伤害，虽然中后期可能不太强，但前期真的没话说。三野牛，野牛是最适合前期使用的冲锋枪，没有之一，默认弹容量就有53发，后坐力还非常低，也不需要什么配件，完全就是为了前期而生的武器。四蜜幻，蜜幻的配件需求不多，意味着裸枪的能力也是超强的，蜜幻的秒伤很高，换弹速度超快，但子弹出速慢，伤害衰减严重，打远战虽然不行，但是前期近战真的没话说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